我也想过，曾经想过说能不能自己住个小门店，然后让他干他自己喜欢的事业，我还能方便照顾他。因为我现在找工作也比较困难，我得找那种还能让我随时走，因为他复查的次数多，还得做治疗，随时请假的单位，哪一个老板可以让我随时？那只能是我自己做老板，自己做小买卖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那个条件，哪怕有一分钱，有五毛钱，我都要留着说，他万一要进医院，要交手术费怎么办？我这个人一直相信，命运没有那么绝对的不公平，给了你什么，拿走什么。都是有一个相对平衡。你们两个这么相爱，对对方肯付出这么多，没有理由不幸福。我们帮你们找幸福。如果大家听到了他们的故事，觉得他们的爱情应该我们伸一把手帮助他们一下的话，如果他们有一天能开一个小店，你有这方面的消费需求，不妨去找。其实我也特别特别希望我们可以自食其力，不要永远靠别人的帮助来生活。我也希望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，不是总让别人来帮助我们。好，回去把店开起来，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告诉我们男朋友好吗？好，相信你们一定。谢谢谢谢两位，谢谢。